白铁局，他在普鲁马百日，普鲁马百日也就是这两天的时候，他发放的7000件的这个我爱台铁安全第一的背心，并且要求员工都要穿。而且就在刚刚，我们发现员工在 LINE 里面收到了指示，说长官要求各个大的车站必须都要穿着这个背心，并且要拍照然后再上传给这个我们的公关台铁局的公关然后再贴出来做公关做给社会大众看那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奇怪，这不是戒严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台铁局不改善他的缺人缺料还有积欠员工的加班费以及员工的待遇到今天还在作秀。我们也做了一个换算事实上这个背心我们假设他花了40万，他事实上可以换算成8000个N95 可以过滤柴油废气的口罩但是为什么台铁局竟然不是把钱花在这些改善员工待遇的地方而是去买一个这个作秀的背心来给大家穿穿给旅客看？难道穿上了这个我们员工的这个劳动条件待遇还有运输安全就会改变吗？我认为我们的红色背心基本上在安全上是跟这个上面写的安全第一是有冲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铁路上基本有一个叫所谓的旗号，它号训，我们是用红色代表险阻，然后我们通常在我们列车进出站的时候会挥动，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是用绿色旗帜在挥动，假设有临时状况我们会挥动红色的旗帜。那个我们的司机也都是经过测试演绎都很好的，他也可以看到红色的旗帜在月台上飘动他就可能会停车。基本上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很有可能非常大的可能会造成我们司机也开车的混乱。然后以前之前有曾经也有做过这种东西，然后因为会这种东西风一吹会飘会绊，然后可能会卡到列车通行我们执勤的时候可能会去被通过的列车或者我们走路的时候被门把一类的东西卡到绊到，也是会产生安全上的疑虑。光喊口号不能完成任何的安全目标，把这一些东西做在我们改善我们的材料改善我们员工的待遇，讲的更难听一点，买个糖果给我吃我都认为会更有提升士气的效用啊。原本是讲提升效用士气，现在讲安全，连士气也没有安全也没有，我真的认为我们机长纯粹是在作秀。我们在去年底才刚发新的制服，然后有上报说3000万要改善我们的，就是整体提升我们的专业形象。那这个背心一穿上呢，你原本要求我们的那些识别证、执名牌，包括你觉得说这个整看起来很挺拔的那个大状况，全部都变得很奇怪。他们上面的要求就希望提升我们的专业形象，但又在这个年节繁忙的时候叫我们穿这个去服务旅客，我觉得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而且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大哥，就是他们说早年前有发过类似的，然后要求吊车厂也要穿，结果发生各事故频繁之后就到最后就不了了之。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一个作为，结果既然是30年后又再来一次，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这个部分根本就是让现场的第一线人员非常的气愤。事实上这个背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台铁局第一次制作这个官僚戒严时期的背心就是在普悠玛之后新旧局长交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画面里面包含新旧局长还有旧的部长吴鸿谋赖清德等等，当时他们就做了这个我爱台铁服务第一的背心来做一个宣示那显然到现在这些人的脑袋一点都没有改变
就在昨天晚上，林佳龙部长他其实也有很明确的要求，他很明确的公开的说，还有很多比做背心更优先的事情。我们认为林佳龙的部长意思非常明确，就是他其实有说了，包含这个地下化废气，包含口罩，包含员工宿舍床垫等等，要倾听员工的心声，所以重点并不是穿不穿这一件背心。局长他在上任的时候，他喊出了什么？他说要加薪1-2万，但是这个消息到现在过了3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已经要迈入一个新的年度了，但是局长他承诺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划或时程出来。你要怎么帮员工加薪1-2万？我们也呼吁说，你如果真的要加薪的话，这1-2万你应该是要加进本俸里面，而不是这样什么奖金的方式，等到之后又被立法院扣掉，又被砍掉。所以说我们很诚挚的要呼吁局长，如果真的有心要提高员工待遇，那就是应该要确实在加薪部分这边着手。最后一点，我们的诉求其实就4大项。第一个就是我们工会，因为很多员工反映说不想要穿这个背心，觉得这个很丑，觉得这根本无助于提升安全，所以我们就发起拒穿这个背心跟员工自由选择要不要穿这个背心的活动。我们认为说你穿这个背心它根本就无助于改善安全，台铁局更应该的是要调查列车缺件缺料，改善采购流程这些事情。第二点重要的是欠钱不要欠过年，休息日的加班费2005年12月23日到2006年9月30日，你欠他的休息日加班费就应该赶快补发给员工。第三个，加薪不要说空话，台铁局应该尽速说明的加薪内容跟进度，才能留住人才，增加人力。最后一点，台铁局应改善员工的工作安全，促进职场环境。第一个，如果你有钱做背心，你为什么不能够提供员工过滤柴油废气的口罩？南部地下化车站柴油废气的状况非常严重，台铁局到现在前天发的新闻稿都还在打马虎，完全没有要改善这些员工的状况，一直说环保局的监测标准是安全，但是它的监测设备完全不是放在月台上哦，是放在月台上面的一层员工的地方，休息的地方，那这样子会有废气吗？再来，你要改善员工休息室的环境，发给每个员工，只要是三班的轮班员工，都应该有一套床垫、棉被还有蚊帐，这才是让员工能够安心过夜的一个方法。第三个，之前局长的政策要员工通勤各级列车不化作，那我们也呼吁说，你应该要开放到对号列车，让员工缩短这个通勤时间，避免过劳。产业工会就在这边诚挚的告诉部长，希望部长听进我们基层员工的心声请他具体回应，并且改善我们员工的通勤、我们的休息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才能够给旅客一个安全的运输。我们再次呼吁部长必须听见我们基层员工台铁产业工会的诉求。